2023 HITO 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即将在明天登场，午间晴二日现身彩排，除了偷偷透露正式演出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之外，也向大家预告他们要有新团综啦。我可以先给大家一个小爆雷，好来，就是昨天我们有录吗？好好笑，录完之后我的感冒加重，这什么烂爆雷啊？啊，你还站我那么近，擦到他了。对，然后我的鼻子整个流血，这是有危险性。有点，因为我回家发现我鼻子少一块肉。我这边今天用妆弄。哦，真的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对。看你心情的时候，抒发其实会有点变不开心。有吗？我吗？没有，就是发新歌，然后这张专辑，对我来说就是蛮用心在准备。对，所以就是。对，他手完全没有要打的。你讲一些他会，好，他真的很难过。我们喝酒，他都有哭。对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。他最近变，他最近变很感性。因为其实林九本身是不太喝酒，然后那天我们就是逼他一定要喝，然后他就说。对。你记得你喝醉说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想要可以给你接吻。那我们后来就真的有亲一下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一直想要你尝试我，我尝试。你有什么生理反应？当然没有。有，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真的？有他，你应该是亲完之后，然后发现，我真的不行。可以。你说嘴真的软吗？你自己加的吧，真的会被他们笑死。而韦静最近也为了金曲红毯的主持正全力准备中，不晓得如果之后他得到网友复评会不会气气。哎，我这种我不会骂，因为我骂网友，我骂网友不是无缘无故骂的，是就是网友骂到我的点上，我当然是虚心接受。那如果今天有人就比如说在红毯上哈，比如说你那天那套穿这样怎么丑，但是就是你优先挑选哦，然后你去我只看别人，我最大的评价。对，他说我已经穿很差，我去看新梅姐讲我什么。如果新梅姐也觉得我穿很丑，那我就认了。那你们四位有给他什么？打气啊，没有，那韦静是越打气越紧张，所以我们就是准时在节目收看，对啊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果然是真兄弟五五啊。